摇摆起来好吗，兄弟们？兄弟们，摇摆起来好吗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的名字叫小鬼，你知道吗？啊啊！看什么看啊？啊！看我的眼睛，看我的眼睛，看我的眼睛！呀呀呀呀呀！我们在喝咖啡，为了不让大家看到我的真实面目，所以我现在要花时喝咖啡。那面包还有苦吗？哎，嘿，嘿，啊，差点就暴露我的真实面目了。好吧，是时候给你看我真实面目了。我的真实面目其实是个帅哥。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我现在在月球，准备坐宇宙飞船前往黑洞。你知道人类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爆出来了？前两天爆出来。对，我居然就要飞去那里，因为我太帅气了。我也看我黑洞那么吸走我的帅气。没错，我决定打算拍我的第二支 MV， 脚本我都已经想好了。来，我记录一下这一个神圣的这一刻。脚本就是啊，不用拍我脸没关系。我想只是说科幻动作片，跟星球大战一样吗？不是，没有，可能像阿丽塔那种制作，做他个八年。30岁的时候，38，那也挺牛的，一支 MV 拍了10年。我懂了，你懂有什么用？我干嘛跟你讲啊，神经病。我们现在等机啦，等机啦，等机啦！我们现在等机啦，等机等机啦！马上就要飞往黑洞了，不知道他能不能把我的帅气吸走，好期待啊！在我这个年纪承受不该是我这个年纪的帅气，真的是一件好难的事情。我真的好辛苦，摇摆起来好吗，兄弟们？兄弟们，摇摆起来好吗？好吗，兄弟们？你好。OK。现在我已经坐上了去往黑洞的飞机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已经是晚上9:15，不说了，我就是这么随便，想录就录，不想录的时候我就关机。好吧，由于太无聊了，我现在又打开了摄像头。然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坐飞机的时候一定要系安全带，要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，小傻瓜？知道吗，小傻瓜？知道吗？马上我要起飞了，所以现在不能跟你们说了，再见。呸！现在在飞往韩国的飞机上面，然后现在我要吃饭，对，吃个小饭，然后继续做音乐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12。That's what's up, baby. 拜拜。你我都落单，我坐你靠右，承认我有点腼腆，却又争强好斗，犹豫都摘除，想要某种联系，装作漫步。我们已经到达了首尔，外面下雨了。这首歌怎么唱来着？什么？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我好伤。哎，我这调不在调上，我怎么？下飞机啦！虽然我的发型有点蓬松。但是没有关系，这不是重点。听说今天复联上映了，好像去看复联。但是苦逼的我没有时间。为什么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11:30了，突然变得好精神？上车了。在车上我要休息一会儿，不录了，拜拜。哟，没错，我现在已经到达了酒店。哈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小鬼。小。马上就要进入我的房间了，你们激动吗？1736，就在这吗？哇哦！哇哦！这么棒的吗？我现在要准备去洗漱了，洗漱完我要早点睡觉，明天还得一天的行程。所以说晚安 everybody，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， 安静的睡觉，睡觉，听到没有？一天不睡觉干嘛啊？拜拜。起床了，你看外面多亮。我已经洗漱完了，今天要去街拍，今天是去玩的一天，所以我很开心。拜拜。出门了 ，Let's go。
十八。还好，这发根留的比较多，没有到头皮。换好衣服，准备去拍一些照片。怕不怕？我就问你，其实北京时间12:23了，请问你们吃午饭了吗？我让大家看看史上最硬的橡皮糖。我拿一个鸡蛋。好，我嘴唇需要开始了。好，开始了。先吃。真的太硬了。嗨，我是小鬼，你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拍摄的地方。一个没有灵魂的模特，我现在双眼无神，迷失了方向。这样躺着化妆好奇怪、啊，我怎么有点奇怪的感觉？我坐起来吧，坐起来行，坐起来，坐起来。躺着化妆好奇怪，躺着做化妆。哦，我的耳朵。耶、yeah, ，给你们听一下我达芬奇的刚出版的 demo， 声音有点小，因为还没混音。OK， 把他们 bad boy 只是有点复杂，喜欢上你的味道，甚至你的乌鸦。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喽，拜拜。哎其他的都显得多余。向我上，向我上 ，Let's fight the man。向我上，向我上 ，We keep on dancing。直到上面的上面的保持淡定，不是放的个忘的也特别干净。每次一看到镜子，我就被自己迷倒了。幸亏，幸亏这么想对你说的。我的帅气已经不允许我再这么低调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撑死撑到三层了啊。有点怕，有点害怕，手心都出汗了。面的阳光是灿烂的，看不清楚，还是看到了慢慢的。哎，放个屁，看到的诉说不多。酷，好看，好看，很有意思啊！谢谢，辛苦了，给他换下一套了。哇，我怎么这么帅？我刚刚做完头发没看镜子，现在一穿一照，哇，怎么发现自己这么帅？天啊，你们保护好我，你们得好保护好我，你看万一我，对吧？长这么帅不好，对吧？你看我们看着小吃，但是我却吃了饭团。Damn！ 哎，我好像来过这个地方，上次跟子怡来的，来这吃东西。是吗？嗯。上次吃的什么呀？拉面。你刚才吃小吃的时候表情不是很好，被别人拍到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拍都拍了。对啊，你说你是人嘛，人就要吃喝拉撒呀，对吧？很正常，吃东西怎么了？吃东西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是不是？你的饭都不吃，那你这个人就活着没意思。你需要进食，你需要休息，对吧？很开心啊，结束了一天工作，然后给饱餐一顿。我要开吃了，再吃了。吃完了，然后我们出来看门口有一只非常魔性的猪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回酒店。那我们现在 bro 回了酒店之后，然后我就要开始写歌了。那我们现在 bro let's go， 我们到酒店了，第一天的拍摄完美收工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0:16，非常的开心。今天虽然拍了很久，但是也吃到了好吃的东西，也看了好美的风景，所以今天一点都不累。明天7:30起床，明天7:30起床，我们继续努力 ，fighting！ 明天见。一直不像话，你说你要用彩虹色来帮我洗刷。Oh yeah.